我们来开卡包吧，诸位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吗？要开卡包喽！不是救了就是了。世界树，因为我这一副牌缺了很多那个旧的卡。真多精良，我有别的卡背吗？我没有什么好卡背。OK， 哦，保安官，这是刚把我打爆保安官，保安官真的超强的。绑匪，现在基本上应该没有人在玩绑匪了。金卡不错，不错不错。什么史诗啊？哦，贾拉克瑟斯，哎，不错不错。哦，你们一起来了。没错，我很想要玩这个。我很想要玩这个叫什么巨人树啊，太棒了，离巨人树又更近一步，不还有三个巨人应该吧。烈火小鬼，野性之魂，依稀之喝。OK， 圣疗术，吸了诗，吸了诗。嗯，换来，我已经开到一张传说了哦。没错。啊，这有点憨。不过其实就连猫头鹰我可能都没有，都会缺。哦，第二张，西佛斯斯尔尔尔日斯，西佛斯，西佛斯斯尔日斯，写法是萨尔诺斯，应该没有人知道他叫萨尔诺斯吧？只有一堆人知道。空白键可以直接把卡包放凹槽，赞。末日预言者，我要用手放。好，你请用手放。精良，你想开几包？你可以几开啊？耶、yeah, ，我想开全部。可以至少让我开再开二十包吗？我想你刚才我可以一直开。那我好，我很快就会。我想你开一开就会觉得很无聊。等着吧。嗯。金良。啊。记得请跟观众说你开卡包的感心得如何？很棒。金良。我开到四十包。好。嗯。你今天再多开一点啊！也开到你看准备耶！你不觉得每次把卡包打开的那个黄黄光，就让人觉得好像有传说在？对啊，好讨厌啊！感觉就是故意的。很棒吧？嗯。巨人，快来！像有任何一张巨人？有，我刚刚跟着贾拉克瑟斯一起来的三巨人。三巨人哪算？哦，不是，对啊，三巨人算呢、啊。精良，有光。嗯。好。精良，取之。末日之。
第二个保安官，第三个，哦，应该是第三个。真，哦，第二个圣寮，阿古斯，嗯，可我一心想要玩那个哎、欸。对啊，那我其实很早就想玩巨人树了，然后巨人树就一直没有被 nerf。那你把所有东西拆出来里面吗？现在应该合出来啊，应该啊。哦，金色师傅土壤。真真。金梁。可以。还玩一半了。就可能再合个抱抱博士，然后还有一些巨人。金色黎明保卫者。金梁。金梁。TC 三零。精良金卡，金色私钥，新卡。我好像没有人在玩私钥。嗯，我想再开始包。好。哦，海巨人。精良。不是正确的巨人。你有两个苍蓝龙哎。对啊。很棒吗？精良，精良。有猫头鹰了。嗯，我刚刚有开到一只。精良。德鲁伊，德鲁伊竟然用开的，不过德鲁伊我应该是骑的。精良。好错、哦。嗯，不愧是六十八威力。为什么？取势。这样，他六十八就跟打六十场竞技场的道理一样啊。精良。感觉开了很多那个哎。对。莫名其妙啊，因为。哎。精良。为什么你这么不准啊？我不知道啊。通金卡，嗯，得得得得，哇！这前三十包跟后三十包为什么差那么多？后三十包加油啊！普通金金卡，不，取势。我有两个寒冰屏障啊，为什么金梁都有长一副寒样？感觉就一副要跟大哥布林 combo 的样子，不要逼我。你有大哥布林？有啊。你会玩盗贼哎？嗯。呵呵之闪电风暴哎、欸。不。精良，精良。不。有那个。好吧，我不知道我没有目光飞龙故事。哦哦，不错哎、欸！现在这个机械法也很夯，夯夯夯，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。金卡也赚，拆了一大层。寒冰可以玩冰法，来一个双幽光。双幽光的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有三个传说。你已经开到三个传说了？对啊。那还有个邪法师。哦。取势。哦。咦，金色一视同仁，开到蛮多金卡。换我。哦，那我要抓红包给你开。好。耶、yeah。哦，暖身啊！
哦，撞到麻筋，哦妈，有屈虚口，妈靠，超憨，哇、哦、好麻，我的麻筋也受过伤哎、欸，就打球就，哦我有一只憨龙，哦好麻。好，双神术啊，好吗？嗯，金亮，金卡，双传说，金亮，哦，太多张了吧？预言者疯了。不过他祝福把我打爆过超多次，来吧，双传说，金良，啊，好吧，哦，巨人不错，你这次有四张，对，目前，哇，最后一张双传说。好吧，四张传说，十五分之一，还有一些巨人，应该补了超多牌吧？四十二。我们自然化，哇，维新之一还有缺，撕咬跟新鱼，撕咬就只有这张金卡而已。德鲁伊之前其实有金卡德鲁伊，所以没有缺。冰冻毒蛇，毒蛇其实也不用合，毒蛇应该 只会放一张而已。康亚兽是什么？我没看过。康亚兽是那个 GEG 的，一个意义不明的牌。OK， 镜像体寒冰屏障，这好多牌哦，有两张哦，我有两部车。两个都很憨，救赎也是同人。哦，保安官其实已经有了，神圣愤怒，圣疗，奥奇娜还缺一张，暗影狂乱其实不一定会放两张啊。费伦目前是没有什么作用。准备哇，这牌还蛮刚好的，准备两张冷血，两张剔骨，两张看看绑匪有两张，闪电风暴有两张，其实还蛮抽的，还蛮不错。那些末日锤通常也只会放一张。暗影之眼，耶！查阿克瑟斯，战士其实牌好像没怎么抽到，对吧、啊？没有老爸，暂时不能玩战士了。哼，不然我之前去比赛的时候，哎、欸，好像也没有放张战士。战士太土豪了，到底有几个？哦，有三张龙。嗯，朝凤的朝凤有骑吗？还缺一张日怒，而且我这也没有看守者啊，没有看守者。哦，有一张看守者，所以缺一个，缺两个。缺看守者跟日怒啊？穆克拉？为什么？还有看守？有啊，我有穆克拉，对吧？三匪。对啊，你朝就是憨憨的传说总是会跟我来报道。哎、欸，在哪里？穆克拉，你在哪？
哎、欸，没有，还他是他三费没错、啊，不知道，应该有吧？木，有啊，有木克拉，只刚不知道没有看到。找地一般也不会摆吧，这张憨传说也有，赫米特超憨，加字母维奇有点憨，巨人，你其实超多传说的，哎，真的很憨，对啊，都是憨传说，是我缺两张巨人，然后再做个包包博士，哇，好多层哦。怒分，搞不好有点太冲动了。抱抱博士，耶、yeah ！那你还学他讲话吗？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、欸，他在讲什么？你自己也没有抱抱博士。然后再做，我想玩巨人树，真的很想。有人可以阻止我了？干嘛？巨人树，巨人树，巨人树。在哪？这个卷树 ，OK。然后把随便一副拿掉，卷树。应该会放黑暗炸弹。什么东东？我没有动了。这方面讲好啊，其实不大确定现在应该要怎样，史诗一堆，超多东西，呵呵好多隐蔽，耐心的垃圾，耐心其实不错啊，应该吧，至少进一场做哦，金色的、欸，超憨哦，他眼睛超多哎、欸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灵魂虹吸两张刚刚好。这个一张，这会放红火吗？先看一下，我先把该放的东西先放进来。两张这个，还有什么？你先放大牌嘛。我应该要放两个猫头鹰，两个看守者。然后四个憨巨人，抱抱博士，目光憨龙，目光憨龙。我这样看创痕玩，他有放那个、欸、什么533，然后回八血。哦，那个应该会放古董憨儿。不过应该要先放阿古斯吧？哦，对，还有阿古斯。那我是阿古斯。我说阿古斯哦。大古斯也不错、啊、然后那个找地如行者，找地如行者哦，找地如行者，那个嘟嘟怪怪哦，我没有嘟嘟怪怪的，嘟怪要先不管嘟嘟怪怪，我们用。其他东西来代替好啊，虽然嘟嘟怪怪应该是无可替代的牌。我们放一张沼地跟一个，查一下什么？查一下其他人怎么放？他们都一定会放嘟嘟怪怪啊！你是说他们？其他哦，其他的放什么？可我曾经知道，到底要放什么？现在 meta 可能不一样。没关系啊，只是想玩玩看而已。Well met.
第一个 G03X06XO6503， 谢谢你的 follow， 这样 follower count 又多一了，凑满十个，周末就会多开一天哦。呵呵，我有看到有人放熊猫啦，我要应该要放陶土一会吧。还差两张欸，我没有希望纳斯，现在应该要放那个王牌憨儿。哦，对，要放王牌，应该不用放，有啊，我有王牌，放两张好了，可能会爆炸，不过我们看。来吧，带着巨人树出征咯。家里电话号码，王牌。存到1400再一次开14包，结果提供大家参考。14包两史诗零金卡。撕咬刀末日锤超强。撕咬刀末日锤，你是想要玩那个给武器的憨机器人？Well met。其实巨人树非常难玩呐、啊。嗯，是吗？没有。搞不好应该留陶土，因为它是 T3 可以出牌。如果对面是一个快攻的话，就可能应该要留陶土。可是通常牧师应该不是快攻。不是都全部换掉呀？只跟女装。哦。可是对面是快攻。退出猫头鹰，沉默他、啊。好，那你先退。嗯。为什么？好啦，随便你。其实我没有放死残或什么的。哦，退后。嗯。要放死残吗？然后把那两个憨草弄。可能不放那个草控吧。这应该是有些要只放一张。只是什么东西只放一张，那个很奇怪啊！你就还可以沉默、啊。你说为什么要现在先沉默、啊？因为现在先沉默的话，就等于说先处理这件事，因为我有可能抽到一些好东西，我觉得啦。怎么了？这是一个经典的术士就会遇到的状况。马上被白眼。大家治疗，然后看会不会打到。我会打到。不然这些人也不会做事哦，还是会做事。天哪、啊！山岭巨人，所以我应该出草风，那我下轮就可以出山岭，或者是可以灵魂虹吸这张，他应该是会先治疗、啊。因为我没有嘟嘟怪怪，所以才会放着地如行者跟那个叫什么来着？请不要打中！天哪！有人想抽牌说，现在出这个其实还蛮危险的，因为他可能有死。他有死的话，可能会爆炸。请不要有死好吗？
马上神抽给你看。一二三四八十一，十一十二。所以我现在不能出他，所以不要出他吧。天哪！熔火哎，来的有点晚。可能已经输了。诅咒神教准备还没，所以等下势必是要出熔火。只是出完熔火之后要干嘛？先出熔火，我可以出这个毁八滴，这样是比较稳健的做法。可是把魔力出完其实也蛮不错的，我是没有办法把魔力完全出完，所以可能出它，然后再出，还是出它跟它，出它跟它好了，因为它这边都是四点生命的手下。Oh my god！所以四点生命手下变成三四攻有很大好处，不过我现在是不是还是挡不住？一二三，这边是刚好是十二，所以这两个朝奉理论上可以完全挡住这些全部的东西。不过他这里还有治疗，所以这治疗会再多打我两滴，升到 T9可以出包包博士跟日奴。舞动的剑二号，麻风地精，别惹我！我靠！边个受咗伤啊？现在要开始抽牌，暗影之眼，有点尴尬。应该是要出这个，不然挡不住。然后出他没有错。然后应该要把这个解掉，免得他有死亡之身触发两次的那个憨儿。理论上他都过不了这个嘲讽，理论上死斩，没牌抽了，不然他可以治疗我这次抽牌。可以，非常好。Very, very good. 现在我可以暗影之眼这张，然后抽牌，加上把场清空。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要这么做。我先撞进去看看好了。好吧。撞进去。跟红溪，出他吗？还先出他，先出他加上嘲讽哈。准备好美我了，冲进突破口。其实我搞不好不应该这么急着上嘲讽。我现在给嘲讽的人只剩下一个阿古斯了。纳鲁之光，以相框之名，可以熔火三，Oh my god！
完全忘记。连炸弹。OK， 神圣星星。这边是六点突发，结局。到底应该放死亡缠绕吗？要。真的吗？他没有放那个吗？他没有放那个肉身僵尸哦。不过我也没有肉身僵尸。那古董是只放一个？我看一下，那个什么？古董跟王牌应该都古董跟王牌应该都只放一个吧。然后放一个熊猫吧。没有熊猫，好讨厌。嗯。有肉身僵尸哦，可是我没有肉身僵尸。嗯，先这样吧。死亡缠绕，先放死缠哦。哎、欸，现在应该是啊，没有黑棋啊。